水哥想去姐的船。水哥走了吗？哇，热烈。啊，前面 cut 啊，啊 ，cut， 哎，很好很好。真的就扔给他们，就这么一声就奇怪。那不是包，那是气囊。我就奇怪他为什么把绳子就这样捞出来。当然，因为他可能。哦，这样危险，这样危险。错了，坏了，这船不能要。小心。How did he get over there?让他在下游跳过去的，现在感觉就能脱了。Maybe he just take an axe and axe it away. No, 这船水。谁看谁翻一下，再翻一下，把水倒出来。翻不动，翻不动，翻不动。小点可以。No. He's trying to get it out of the way. Yeah.We need another person. Trying to get more people. Yes. Yeah.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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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回去了。啊！啊，就僵持啊！那只能过两个了。算算吧，大哥。他怎么的？就是留着边儿干，留着边儿。地摊的水。怎样才能控制这个船？那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方向要控制，对吧？第二，你一定要找准点，又是水，又是水。Put your eyes away.